趁着会给大家介绍下今天这只来自左下角链接真山海经的虾兵，它孵化于开局大战的30颗血蛋。从低级的猪刚烈做起，梦想统领三界，在吞噬了9981只山海经异兽之后，终于进阶成龙王的虾兵，在离他称霸山海经还有一个礼包马的距离时，进入了我的油锅。可惜了，这个福利他还没领。